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凯岸欢酸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一款最新的 MMORPG 手游啊，那旭哥来做攻略。那今天分享这游戏 T 零最强的职业，还有这游戏啊最快速的练功啊，开局就可以直接冲到在二三十级的，直接很快速几分钟，旭哥冲给大家看。还有这游戏啊，最爽的福利就是一些可以拿到像是至尊这个诛仙剑啊。最强的隐藏神装啊，还有这个神宠啊，各种好用的福利，还有一些免费的啊，像是礼包码、这种各种最爽的福利，旭哥帮大家总整理。好，最爽的福利、最爽的攻略都在这一集。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有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虚好都是独家最新。好，那这个游戏呢，总共分为三大职业，分别是上清，然后天罡以及隐刃。那这个游戏的职业和性别是没有绑定的，每个职业呢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性别，这样。像是你隐刃呢，你可以选择男性或是女性。那一样，其他的职业，天罡一样可以选女角啊，所以大家都可以选香香的女角啊，不错。好，那旭哥接下来讲一下这游戏 T 零最强的职业啊。首先呢，必推的是这个上清啊，他有远程输出的能力，而且重点是他的伤害值非常非常的高啊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伤害值啊，非常的优秀。这也是旭哥就是首推的角色，而且他是远程输出的，基本上是非常优秀，生存能力也不错，辅助也不差，只能讲是非常优秀的 T 零最强职业。开局啊，选上清就对了，而且还可以选妹子。哦，这个美腿真的香。那接下来呢，隐刃旭哥也是蛮推的，当然是妹子的模式。这个是机动力非常强、爆发性也非常强的近战输出，这个刺杀型刺客的角色，而且这个腿好香啊，有黑丝袜，赞赞赞。这个模组不错，蛮香的。那伤害值也非常高，整体来讲呢也是非常优秀。T 零最强职业呢也可以考虑这个。重点是很香啊，哦，美腿啊，赞，赞赞赞。那天罡就还不错，他是比较偏向这个近战，然后生存型的，坦度比较够的角色，一样有美腿，一样很香。好，那最强职业旭哥用这个上清来开局啊，远程输出伤害型的。那接下来就是取个名字就可以开局了，然后你可以选性别这样。好。旭哥手游攻略开局。那我们在前面呢，最快速的练功呢，就是解主线，把主线解起来呢，等级会升得很快，战力有没有会飙得很快？大家有看到吗？好，那左上角有这个主线的任务，尽量就是快速的解它。有没有等级又提升了？最快速练功。因为旭哥玩过很多这种 MMORPG 手游，其实都是差不多的，大同小异，就是这样练起来很快。好，这个小鸡开局就可以有这个神宠小鸡，叫萌鸡鸡。好，喜欢鸡鸡的可以就是努力的冲到三十等就可以免费领取了。有没有最快速练功？我们等级已经升到目前四级了。再下去应该又升级了，又五级了。然后就把这个开局有一些拓荒的神装可以拿起来，解锁新技能六级了，有没有？真的很快啊！这个就是最快速练功啊。旭哥没有唬大家，真的就是这样。因为玩过太多了，这个 MMORPG 旭哥实在玩过太多了，有没有？七级了，太快速了，八级了，有没有？真的太猛了，跟着旭哥最快速练功啊！你要升级真的很轻松，九级了，来，好，十级，真的是太快速啦，爽，练得超快，又完成任务了，太爽快啦。目前十二级了，
然后很多福利可以领起来。好，这个最强职业最快速练功呢，就分享给大家一起介绍啊，非常轻松，用了开局几分钟的时间就介绍完了，非常的有效率啊。好，已经14级了。好，旭哥来分享这个游戏最新最全最多组的礼包码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。我们首先点画面右上角的这个福利大厅，福利大厅点进来之后呢，在画面的下方有一个兑换礼包，左边下方这边兑换礼包，点下来之后呢，在画面的中间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输入这个 SVIP。然后666 SVIP 666按兑换，它显示已经寄到邮件信箱了。接下来出这个 SVIP 888按兑换，所以奖励已经发送至邮件信箱了。接下来我们输这个 VIP， 然后888 VIP 888按兑换。所奖励已发送至邮件信箱，表示兑换成功了。好，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AAMOM514 按兑换，就显示兑换成功了，然后发送至邮件信箱。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AAAZ388 按兑换，就显示兑换成功了。那这个线上奖励就可以去领取这奖励啦，哦，多福利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下面有一个信箱邮件，在画面的下方有个邮件，邮件点进来之后呢，这边就可以去领奖励了，有没有？就是我们这个礼包码嘛，所以很多组礼包码，跟着旭哥最爽的领起来。接下来，好吧，一键领取好了。所有东西，包含这个神宠坐骑啊，可以免费拿这个神宠坐骑啊，很多好用的东西。好，全部领起来了，元宝啊、生命包啊、坐骑进阶啊、挂机奖励啊什么的，有没有？超爽。就可以免费拿到操作，而且旭哥就是刚刚在输入礼包码的期间呢，等级竟然还提升啊，真的是超快速练功，现在已经差不多快要20等了，然后20等了。好，那每天登录呢有很多福利啊，在福利大厅这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每日签到啊这些，然后赢两招财这边也有这个免费可以换到的奖励这样。然后升级大礼啊，这些东西都可以免费拿。那礼包马旭哥刚刚讲过了嘛？那接下来右上角一个超值手厨，这边呢，你只要有任何的手厨呢，就可以拿到好用的极品神兵啊！哇，诛仙剑，至尊诛仙剑这个红装啊，15400分的战力，然后攻击加3200，命中加120，然后力道加25，太神了！暴击加成的加2%。极品神装呢，诛仙剑，至尊诛仙剑可以免费拿，最强的隐藏神装，再加上有这个神兽，难小气。哦，直接拿真的拿神装神宠啊，这个手厨还不错，所以分享给大家，大家可以考虑一下，这个还算不错的福利。好，那其他的像是免费福利啊，在左上角这边都会显示，大家也可以记得就是去领取。好，那今天攻略就分享到这边了。这个最多的礼包码，详细的兑换教学 ，T0 最强的职业，还有很多神装神宠啊，可以拿到的方式啊，最爽的攻略，最爽的福利，都在旭哥频道。好，那大家记得订阅频道，我们下一集攻略见了。